断送在哪柄宝剑之下？皇上，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宇文成都，把他们抬出去。是。宇文亲家，你们等不及个亡国之臣，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，臣等不敢。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，特请皇上与先帝琼花公主团聚，臣保证给皇上一个全尸。多谢宇文亲家，朕没有看错你，连死都要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，不愧为朕多年来的心腹。算了，能死在自己心腹之手，总好过死在反贼的手里。宇文卿家，朕希望可以下最后一道圣旨。皇上想下就下吧，但是从是抗，要看老夫的心情。宇文化及接旨，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，好好照顾萧娘娘，保她一生衣食无忧。只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，闺房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臣愿意遵旨。臣妾跪奏皇上。令狐达，自有天子的死法，何必刀剑相见？我选择跟我父皇兄长一样的死法。既然你这么说，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，答应你这个要求。令狐达，在。请皇上上座。是。Thank you.
临走之前，我想干干净净的见家里人，可不可以叫萧皇后拿一块镜子过来？朕登基这么多年，今天的样子最精神。玉玺在我的手中，我就是皇帝，天下皆听命于我。从即日起，改国号为大许，定都洛阳。宇文成都，儿臣在，封你为太国武安王。谢父皇。宇文世吉，臣在，封你为丞相。谢皇上。令狐达，臣在，封你为开国大将军。谢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为保我大许国泰安康，常驻江南，朕决定颁发诏书，封各地十八路藩王各自为王，各自为政，互不干扰，无需朝贡。特颁诏书，丞相在。十八道封王诏书写好了，拿上来，盖上玉玺，马上分发给各路藩王。